咳嗽，脑仁疼。哎呀，流落在这个孤独的城市啊！因为现在灯火管制嘛，全都是黑的，也没什么可看的，不知道能看到。啊，塞了背景。然后正在这个地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有一群俩阿塞拜疆，一个土耳其，还有一个摩洛哥，这些人和我一起走，就感觉啊，这，然后他们在说土耳其语，然后阿塞拜疆人感觉那个土耳其语和他们的话差不多，然后他们就交流起来了，然后他们这四个人在一块儿，然后顺便把我捡走了。啊，本来我正因为大使馆打不通这个电话号码，完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然后被他们捡走了，然后去奥德萨吧，看看到时候还能打通电话号码吗？不知道这些，哎，这些，嗨，要打得通的话就去国外，然后打不通的话就继续在奥德萨吧。大使馆的电话，哎，真的是，要不大家帮我打一下电话号码吗？因为我实在打不通这个电话号码，我会把大使电挂。呸！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，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就我会把大使馆电话号码放在下面，希望你们帮我打通。我是真的打不通，我手机有钱。有电话费，但是我就是打不通，所以说帮忙，大家帮我打一下那个大使馆电话行不行？我现在真的是很无助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人从哈尔科夫，一个人自己到了那个啥第聂伯，然后又到了一个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完全就是纯粹一个人在路上，我还他娘的得着病是吧？要不是这几个土耳其人还有阿塞拜疆人带走我是吧，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儿。就希望大家帮我打一下大使馆电话号码，我根本打不通，打通了以后让他联系我，谢谢，拜托了。